你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树林新闻，我是陈博伟，带来关心淡水北海岸的重要消息。淡江大学旁的立霸大学城在周六惊传一起火警意外，一间便当店在清晨时分突然窜出火舌，让社区中庭布满浓烟。消防队在获报之后不敢大意，派出了九个分队，共33部救灾救护车辆，所幸火势控制得当，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深夜里，北新路182巷却停满了消防车跟救护车。这起意外发生在周六清晨5点左右。119接获民众通报，位在淡大旁的这个立霸大学城社区中庭布满浓烟，一楼还窜出火舌。消防队获报之后不敢大意，调动九个分队、33部救灾车辆前往救援。在119报案的内容里面有显示说，有民众有表示啊，那里面有住不同学校的学生啊，那有看到火、看到烟，那这时候我们就消防局有派出了九个分队，然后总共33台车辆过来，因为那个地方确实是学生宿舍比较密集的一个场所，那这一次我们当然不敢大意啊，就派比较多分队过去。而在抵达现场后，消防队迅速布起水线，并且破坏火场大门，迅速控制火势。而此时现场也有学生向消防分队表示，二楼的长廊布满浓烟，里面还有猫受困，因此分队派出2名队员前往救援。对，然后回来以后。因为我就想要上去看了，然后里面的人就进不去，然后也不知道。里面的应该靠近厨房的部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立刻出水线给它扑灭之后，发现只有这个火点而已了。那因为它整个浓烟都已经蔓延到上面的一个楼层了，所以说后来我们在做人命搜索的部分，有发现确实里面还是有住一些学生，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学生刚好是民众在熟睡的时候啦，然后因为5、6点的时候，那这一次的火警所幸也没有发生有什么人命伤亡的一个部分。大型的水箱车就这样顺利的开进了以往道路被占用情形严重的182巷21弄，也成为消防队能够及时救灾的关键。而消防队也表示，起火点很明显的就在一楼便当店的厨房电源旁，所幸火势控制得当，最后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记者陈博伟淡水采访报道。淡水新店线的捷运在营运了15年之后，随着松山线的通车，上周五淡水新店线正式分手。而为了争堵最后一班列车，上周五的深夜，淡水捷运站也吸引了大批捷运迷要来记录这历史的一刻。现在就透过我们的镜头带你来看看淡水新店线的最后一页。深夜时分，淡水捷运站显得格外安静，但来到票口可以看见很多人拿着相机正在拍摄站内的电子看板。原来这是淡水新店线的最后一夜，过了这个晚上，隔天淡水新店线就要分家，正式成为淡水新一线，因此也吸引了许多捷运迷前来目睹这历史的一刻。为了纪念我们淡水新店线运行的15周年，所以说我们为了要这个最后列车的活动，然后我特地做了一个板子来迎接最后的往新店的车辆，希望这个可以留作纪念。之前的工作跟之前工作在北投，然后亲戚有住淡水，所以常在北投淡水往返。对对对，今天来这边就是特别来纪念，对，纪念这个最后一班列车。广播声中，最后一班车缓缓地驶入月台。捷运公司除了安排旧型的301列车来担任最后列车的任务之外，看板上的 LED 也浮现出了最后列车的字样，吸引捷运迷热情的拍照留念。而这条陪伴了大家15年的捷运路线正式走入历史，更有住在新店的捷运迷一家4口特地到淡水要来坐这最后一班列车回新店。因为我们蛮常搭乘新店线的，那今天新店线跟淡水线要分家了，那我们觉得这要共同来感受这历史上的一刻，对，对，全家人一起来。最后一班列车发动，有些人搭上列车，有些人则是选择在月台上目送。淡水新电线正式分家，象征台北捷运路网更加成熟完整。而这15年的历史见证，也让许多站务人员满怀感恩。来，谢谢大家15年来的支持哦！来，好，快快上去。记者陈博伟淡水采访报道。选战进入倒数2周，选情也逐渐白热化。红树林新闻将持续为您关心这次的选举。而今天的选情最前线，要带你来看看这第一选区中最年轻的参选人郑宇恩是如何来打这场选战。连续2周举办了特色造势活动，颠覆大家对传统选举的印象。现在就透过镜头带您一起来了解。1、2、3，举手！
脱下选举战袍，戴上毛耳朵跟蕾丝蓬裙，候选人变身语言姐姐，要来跟小朋友刮干净。台上看不见严肃的政治人物前来站台，只有魔术师跟知名动画布偶和小朋友亲切的互动。竞选活动变成亲子活动，政治味变薄了，也获得许多家长的肯定。我想我们身为30岁以下的候选人，就应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选择了办语言姐姐和小朋友的互动，还有这一次的反核音乐会，和年轻人还有淡水的居民做一场音乐的响宴。我希望用这样子的方式，改变一下传统的选战方式，带给我们居民更多、更好、更欢乐的活动。郑源表示，30岁以下的年轻人就应该要有30岁以下的选举方式。除了举办亲子活动，要来帮小朋友上一堂公民课之外，16号更是办起了反核音乐会，邀请到知名地下乐团跟公民团体，不但要表达自己的反核诉求，更希望能够吸引年轻人的认同。我想我们的反核主张就是合一合二，可以尽快除疫。那如果说不能尽快除疫的话呢，2017-18年停疫是我们的底线哦。那我也希望政府赶快做出具体的疏散核灾的计划，让我们新北市民有一个核灾计划可以应变。第三，我们希望2025年请马总统兑现他非核家园的承诺。这是斗争，永不服输，坚持信念，这是我的斗争。化身饶舌歌手，站上舞台，唱出自己的诉求。年轻人的参与也为严肃的选举增添了许多的活力。选战倒数2周，这样充满创意的活动能不能够获得选民的青睐，就有待时间的证明。记者播为淡水采访报道。台湾大宽屏200枚光纤上网，抢先上市，只要999，再享6大免费优惠，快拨0809000258台湾大宽屏。看电影就是要过瘾，数位 HBO 电影组为您呈现 HBO HD 高画质 ，Show me something，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家中电影娱乐品质全面提升。每月超过300部电影，一天24小时绝无广告。数位 HBO 电影组，让您的家庭电影院更完整。详情请上 HBOAsia.com 或洽府上有线电视业者。快拨0809000258。大家好，邀请大家一起来响应全民节电行动。现在呢，就要来分享一些节省家里开销的好撇步哦。定期清洗冷气滤网很有效哦，还要记得天天节电过三关哦。关闭不用的电灯，关闭不用的电脑，关闭不用的电器，积少成多，节能省电的效果就会反映在我们的电费账单上了。还有更多节电省钱的妙方，欢迎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哦。新北市政府表示，由于新北市人口成长快速，4年来已经新建10所学校。今天落成的北大高中是完工的第9校，希望透过新设学校及增班，提供新北学子就近入学，减缓通勤的压力。在这一场落成典礼上，市长朱立文表示，新北市为了营造优质的而卓越的教育环境，进行推动了多项教育革新方案，如学习共同体、资讯翻转教学等等，期盼能改变教学现场，对焦未来需要。3、2、1，请启动。哇，北大高中的教育电真正式启动，不仅宣告北大特区的优质高中诞生，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北大高中今天主体的校舍落成，而且我们三峡我们特别成立的这个教育实验园区也正式的来启动。那我们也都知道，从4年前我在这边特别宣示说，这个地方太好了，一定要成为我们一个教育示范园区，所以我们从龙埔国小开始，到推动到北大高中。那今天北大高中主体工程能够完成，当然我第一个要谢谢所有大家的支持。市长朱立文表示，自从他担任市长以来，投资最多的就是教育项目，4年来已经新建了10所学校。除了新设学校，市府也推动老校整建更新，包括三峡国中、甘源国小、育德国小等等。因为他最重视的就是教育，可以让我们这边真的变成一个最棒的一个
教育园区，那这个教育园区就带动整个地方的发展，我相信这个地区将来一定是蓬勃发展，它包含我们树林，包含我们三峡，而这两边都是，我常常讲这样树林，这样三峡，真的是这边是交界啊。那我们让整个我们北大特区能够好好的发展，同时也能够带动地方教育的发展。教育局表示，北大高中是新北市第一座的双语中学，今年八月首度招生高一的新生，共六班220人，其中3名新生分数其实可以上建中，但最后选择了在地就学，进入北大高中。记者邢世武昌报道。把旧爱变新欢，新北市政府在和平公园活动中心举办二手衣物找新家的公益活动，将募集30000件二手衣物与家电用品开放到新北市的弱势家庭来领取。市长朱立伦也到场响应，邀请大家一起来献爱心。在这场捐赠二手衣活动上，市长朱立伦表示，这个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4年，民众参与的情形一年比一年更热烈。这个社会需要大家一同努力，感谢公益团体以及民众的支持，将家里很多好用好穿的衣物提供给需要的人，把爱分享出去。把我们的很多的家里面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好的 好用的东西、好穿的东西，能够提供出来，我觉得这个社会也需要大家这样子一同努力啊。那我们可以珍惜我们好的物资，也可以让很多好朋友，大家可以分享我们这些好的用品。活动就办在板桥区和平公园活动中心2楼，里头展示有二手家电及家具用品，3楼是二手衣物的领用区，陈列品项众多，令人目不暇接。朱立伦也一一与现场的民众握手寒暄，还跟妈妈们讨论挑了哪些衣服，现场宛如大卖场，气氛热闹。新的，谢谢，谢谢，谢谢，明年的一月13号，将近2个月的时间，啊，这囡仔当然就好诶，这种新的呢。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新北市板桥区公所已经连续4年办这个活动，一年办的比一年成功，谢谢很多团体来共同支持，我再一次的表达对大家的谢意，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共同成为我们的志工，参与我们的活动，谢谢大家，谢谢。另外，自即日起到明年的1月13号为止，只要是新北市的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身心障碍、弱势儿少等等，都可以携带通知单或是相关的证明文件，前往和平公园活动中心领取衣物。记者邢世武昌报道。新北市经发局为了要行销观光工厂，今年特地结合节日举办许多活动，同时也举办嘉年华会，希望利用多元行销的模式增加业者的曝光率。而经发局表示，今年成效不错，也得到业者的热烈回响，明年将再接再厉，推动新北市的观光工厂。希望可以再创商机，发展观光。市府经发局表示，新北市的观光工厂有3大特色，就是家数最多、最多元，打团体战行销，间接打出新北市的城市品牌，兼具观光、休闲、教育和产业的意义。从今年年初啊，到今年年底哈，我们都会配合重大的节庆，譬如说儿童节，譬如说暑假，譬如说情人节，譬如说中秋节。都会配合一些重大的节日呢，一起来推出一些联合促销的一些活动，然后跟业者之间，还有跟新北市民民众之间呢，能够借由这些活动多认识我们新北市的观光工厂。今年经发局除了结合节日办了许多的活动，同时也举办嘉年华会，希望利用多元行销的模式增加业者的曝光率。一块是由辅导转型，然后一块是在经费的补助，然后另外一块是在做行销推广。那我们今年在年底的11月，就是这个礼拜上个礼拜日的那个周末假期呢，我们一起对于我们新北市目前有的20家的观光工厂一起推出了一个观光工厂嘉年华的活动。那活动现场也吸引了15家业者，跟后续配合18家业者都有一些陆续整合的一些行销的特别活动，优惠也很多。那目前之后还有一些几点优惠，也可以去观光工厂换几张的小火车。经发局表示，目前新北有20家的观光工厂暨产业文化馆，今年底前还会再成立2家，加上辅导中的5家，总共有27家，明年也将会再接再厉，推动新北市的观光工厂。解放墙事务场报道。我是新北市议员参选人5号蔡业伟。山芝呢，一直都是我们新北市呢农地第二多的，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多农产品，包括柚子、甘薯、茭白笋啊，还有所谓的美人腿节，有山药节，那另外呢，
三芝有非常美丽的樱花步道、桐花季，通过节庆的号召，可以让更多的游客到我们三芝来。我们现在希望减少使用化学肥料，让农地呢能够得到生息，也让农民呢因为栽种有机蔬菜能够提高单价，有更高的收入，那甚至可以把多余的土地让我们都市里面的市民来体验一日农夫，平常周间就有我们的农民呢帮他们照顾，那还可以领取照顾的费用，让过去弃耕废耕的农地再生，发挥农地它应有的效益，让田园风光再现。让我们共同来推动乌都有机的精致农业，将三芝推广成新北最大的休闲农业专区。九年建设淡水，继续发展新北。我是蔡叶伟，请支持五号蔡叶伟。我怀孕了，怎么办？别担心，我帮你。爸爸可以认领孩子，让他成为婚生子女。如果爸爸不想认领，妈妈可以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认领。认领后，爸爸要负起孩子的抚养责任。如果我们养不起小孩呢？可透过政府许可的媒合机构找适当收养人。如果你们日后结婚，孩子一样是婚生子女。未婚怀孕别紧张，子女权益有保障。法务部关心您。清晨一起发生于住宅的火灾。啊！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快把瓦斯炉关掉！怎么还有声音啊？乖孙，维修处理时阵，他已侦测到有高温或浓烟，会随发出警报声响，果然有时间通知出来的人赶紧逃生，跟打119报警。没错，而且自己动手装，便宜又方便。安装助警器，安全无波比。请购买附有合格标示之产品，并记得定期更换电池哦。各位新北市的观众朋友好，礼拜天好不容易出了一点太阳，但是很快的到了晚上又开始滴滴答答的下起雨来哦。尤其啊，今天一早起床的时候下起雨来，因为东北季风增强，冷空气也南下，天气转为比较湿凉的天气哦。尤其啊，预计在礼拜一、礼拜二清晨的低温有机会下探到16到17度左右的水准哦，一定要记得多穿几件衣服，小心千万不要着凉了。那么另外呢，大家也要注意的就是在沿海还有空旷地区的风浪也因为东北季风会变得比较明显哦，提醒大家啊，在这几天啊，沿海风浪的会比较明显，一定要记得多注意安全了。那么另外呢，预计在这一周整体来说都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比较凉了一些哦，要一直等到周末的时候才会缓慢的回温放晴哦。首先我们从目前预图可以看到，其实在台湾附近呢，比起过去几天来的水汽量多了一些哦，在配合上东北季风增强，所以在迎风面位置的新北市来说，水汽量都是比较多的，天气是属于阴沉，而且有一些短暂性的阵雨，特别是在沿海山区的雨势会比较明显。而预计接下来呢，到礼拜三、礼拜四，随着北方的高压逐渐东移出海之后呢，我们台湾附近的水汽量也会开始逐步的减少。不过整体来说啊，在这两天我们新北市都会有下雨的潜势哦，尤其是在沿海地区啊，还有东侧山区、南侧山区。雨势会比较明显，有可能在今天啊，这个雨势累积会来到大雨左右的水准哦。提醒大家呢，外出建议大家都要记得携带把伞了。而预计啊，接下来到礼拜二、礼拜三，台湾附近的水汽量会稍微减少了一点点哦。整体来说算是比较阴沉的天气形态，也提醒大家天气会是比较湿凉的感觉，因为啊，预计这一波这个东北季风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一些，会一直持续到礼拜四、礼拜五都会是属于稍微凉了一点点哦，特别是在礼拜一、礼拜二这两天呐、啊，清晨入夜之后，低温可能会只有来到16到17度左右的水准哦，一定要记得特别注意保暖的准备了。而预计啊，这一波到了周五、周末的时候呢，冷空气才会有稍微的减弱了一点点哦，周末的时候有机会可以转晴的机会也是说不定的。不过整体来说，在这一周啊，都会是比较湿凉的天气，一定要记得多注意这个保暖。暖的准备喽。那么最后呢，孟哥也推荐给大家，可以来到我们新庄的米市港啊。其实他在早在清朝的时代呢，其实他这个
新庄的这个米都是透过港轮运输到中国大陆，而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有许多的这个人工码头，还有扛着米袋的一些景色。如今呢，也设有一个古迹的导览牌，欢迎大家都可以来这边走一走、逛一逛。特别是啊，在这边的港底有一个潮江市，是更不能错过的一个老式建筑哦。以上资料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们下次再见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内容，我是陈柏伟，祝你一切顺心，红树林新闻明天再会。
啊，你有缘来啊、喔！我请育婴假啊！哈，你有假、喔？哎呦，不是啦，男生哦、喔、也可以申请育婴假和领育婴津贴。哇哦，今麦跟阮头家咧拍关系，讲会当申请生活费补助哦、喔。阿伯啦，都退休了，劳保了，连年金啊，每个月都在领哎，哇出哉哎，基本工资也调升哎。若是我去别家做、啊，明年我就加薪了。够钱，马过啊！安心生活，有你挺我。我看了啦，你从放学回来就一直看卡通。嗯，人家还要看吗？你还要看？妹妹，你该去写功课咯，你不是作业很多吗？可是人家还没看完呢。好啦，你先去写功课，卡通哥哥帮你录起来。你看哦，按下遥控器上的录影键，电视的左上方就会出现一个红色的点点。等你写完功课回来，就可以继续看卡通啦。真的吗？太棒了，我马上去写功课。哦，我们家的电视这么厉害哦，还可以录影哎。啊，那我爱看的连续剧也可以整套录起来吗？那当然，只要电视上有播的都能录。进入节目表，找到想要录的连续剧，按下遥控器上的红色录影键，就可以选择单集录影或是全部影集录影，甚至还可以同时一次录两台哦。那这样啊，我就不用守在电视机前面啦，想什么时候看我就什么时候看，还可以一次把它全部看完。哥哥，嗯，今天轮到你倒垃圾喽。还好我们家有装超级录影机，只要按下暂停键，等等到完垃圾回来还可以继续看，就连遇到精彩的片段，想要倒转重播都不是问题哦。不论是 live 转播的球赛、紧张刺激的电影片段，或是无法准时收看的节目，只要有超级录影机，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的镜头哦。新校舍变得非常宽大舒适，而且公共艺术的美化变得非常漂亮。空间变很大，而且全部的楼层都连在一起，很方便。教室和教室都是新的，学校变大了，教室变得很宽敞，新校舍变得非常宽大舒适，变得很漂亮。空间变很大，然后的图书馆里面也变很大。对我们这个全民一个照顾，运动的照顾，强身就是报国，对不对？因为离家近就好了，然后都很期待。有啊，这样子比较热闹一点，就是可以带动我们这边的运动的一个气氛，这样子。因为淡水蛮常下雨的，那如果有这样子一个活动空间的话，就是让小孩子可以活动，这样是很好的。我如山峡那边反过来就看哦，哦，这么水啊，那这大片呢？这边设备啊就很新啊，然后都还蛮齐全。